时许啊，有一辆那个施政镇头的小货车，他们在入庙表演结束之后，在返家的途中，行经我们士林区延平北路7段106巷的时候，自撞到海洋科大的校门的围墙，那造成车上总共12人的受伤。那经过我们的了解，驾驶是一位94年次的林姓男子，经过酒测，他是没有酒驾的情形，驾照是正常的。